刚进来。嗨，晚安，坤坤，晚安，各位晚安。你把它放进来。没有，就让他开门。你要干嘛？你要关门哦。不是，别了吗？我没有，我今天镜头往这，我今天完全开不到门。晚安，彩云 ，Hello， 风亮 ，Hello， 九寒 ，Hi， 风亮 ，Hello， 九代，晚安，安安，玉人欢迎，快点，有买那个圣诞 T 的，你们跟我一起穿这件来看我直播，我们今天就穿了情侣装 ，ILS 欢迎，知常欢迎，夏之欢迎 ，Sally 欢迎，加速欢迎。到路上，哈利欢迎，玉人欢迎，吴香欢迎，家叔欢迎。人家说我今天穿了，所以你们今天也可以穿。你穿了，你什么时候穿了？玉人，天气很好，很新欢迎。你们吃饭了吗？我还没。安安夏克拉克欢迎 ，D O R 欢迎，熊熊欢迎。你这什么码？我这什么码？我也不知道。罗宝欢迎，宝杰欢迎 ，B A 欢迎，好大件。我好像，姐姐，我这什么码？M 五，一凡欢迎，紫色欢迎，晚安晚安。Hello 哈哈大王 ，Hello H A 欢迎，晚安晚安。一拿到就穿爆。喜欢吗？谁的幻想？我今天也是一拿到就穿了。Li 欢迎一凡，谢谢你的玫瑰。喷喷吗？你会吗？欢迎。爱你吃这么大，是我太胖了。没有啊，这个刚刚好对我来说。Q 欢迎，阿福欢迎。一挡百欢迎，不喜欢，不喜欢，你不喜欢。东风欢迎，冰可乐欢迎，露露晚安。期待你们黑色 T 同乐会，大家要来看哦。大师傅欢迎，柠檬欢迎。这首很难哎，真的很难。对，我最近在练。我等一下再听个一两次就来唱看看。冰可乐晚安，柠檬谢谢你的魔法棒，谢谢追踪盖瑞克 ，Plus 欢迎 CJ 欢迎三，欢迎吴建豪台东欢迎台东吴建豪欢迎坤坤欢迎 ，R E R E 欢迎龙龙欢迎思源欢迎俊欢迎148欢迎王者欢迎。草莓酱晚安，加州晚安，晴天欢迎，谢谢你分享，加速谢谢你的列车旅行，詹先生欢迎，嘉宏欢迎，回回谢谢你的魔法棒，哎呦呀欢迎，乖乖欢迎 ，Hello， 哎呦呀晴天欢迎，哎呦呀谢谢你的枫叶，再听一次，嗨嗨。台风夜就要唱起来，对啊，台风天你们晚上要好好待在家，我们家外面现在风超大的。Hello， 晚安晚安，各位晚安 ，Daniel 欢迎，香香甜甜可可爱爱，全世界美丽与赛狼于一身的阿里晚安晚安，哇、wow, ，那你就是香香甜甜可口可美味的草莓酱，晚安，士可杀不可辱，欢迎 Google 欢迎。LAS 欢迎，塔瓦哥欢迎，家族晚安晚安，各位晚安。你出门会被鬼吹，不可以讲鬼。卡比晚上好，寒春欢迎，风什么风？吉米周欢迎，吉米周谢谢你的掌声鼓励。冷王欢迎，南冷王那个字念冷吗？是灵王南灵王。北原欢迎，晚上好，各位晚安晚安，打错字。什么东西打错字？你刚刚那个风什么意思？月笑欢迎 ，Hello， 文，欢迎六探，
欢迎柴犬弟，欢迎 Tom 晚安，赤红晚安，呆呆且欢迎赤红晚安，晚安晚安晚安 ，B C 城欢迎梦幻下山，欢迎嘎比谢谢你的魔法棒棒，袁博欢迎晚上好，嘎比谢谢你的魔法棒，阿哲欢迎锦优，欢迎雅阁，欢迎晚安阿哲，各位晚安，有魔法棒耶，妈妈咪呀，你在干嘛，妈妈咪呀？风和鬼树成打屁股成家，妈妈咪呀，我想你，妈妈咪呀，整天来看我直播就了。大侠龙欢迎，玄阳欢迎 ，Hello 丽欢迎，玄阳晚安。卡比谢谢你的四叶草，亚麻路普欢迎，你们今天晚餐吃什么呀？睡得刚好 ，Misso 晚安。千亿欢迎洛珠啊，洛晴啊！我直接讲他名字，对不起，不该叫名字的。能够好慢一点，不秒美丽的线路。洛珠，你在干嘛？猫猫欢迎，美美弟弟呢？思远欢迎，三友欢迎，圆滚滚欢迎，小哈哈。我们也很想你呀，同时我的家人都来看，嗨柠檬，嗨赛友，最近工作还好吗？赛友吉米周欢迎，长袖欢迎，乔伊欢迎，没事啊，我也本名，没人在意你啊，晚上好乔伊，呵，差一点刚好，慢一点不秒，美丽的事物。好累哦，这首歌。0323欢迎，阿姨欢迎，二号欢迎，马吉秀秀欢迎，欧软欧恋欢迎，毛巾哥玄迷欢迎，各位老人们好，我是阿丽的阿公，你是我的阿公。等下有人赖我。我姐妹我说你有用瘦脸哦，有啊，怎么会没有嘞？我现在变那么胖，那我换成艺名好了。好，你要叫什么？人哥，人哥，乖孙闭嘴。哎，哪有这样子那么凶的？通某欢迎，不要几样嘛，不要怎样，加速阿公嘛，不准开。我就是要开，怎么样？单细胞欢迎，西兰欢迎。什么？是我要弱猪的，不然他在抱老公。哎，不可能说老公比我重要吧？弱猪，不可能，没有这件事情。哦、我要听那个什么，这个女生唱嘉宾，傅伟欢迎。胖子还敢骗人？我没有骗人啊。啊，他就放在那边，我不用，白不用。然后欢迎小南，欢迎哈喽咖喱，欢迎家属阿公，没错，家属阿公，自然就是美卸妆。哎，等一下我被骂，要准备升第五台。哎，我觉得可以呢。我最近在跟那个、梦珠啊，在说，哎，梦珠，我姐姐会不会再升第五台？咖啡豆欢迎，内内欢迎，小象欢迎，人好阿丽嗨，人好沙鹿欢迎，卡夫猫欢迎，小象欢迎。第五胎怕宝，我养姐，我养阿丽这么瘦，开了滤镜会变形外星人，所以我现在很像外星人。好了，关一点吧，关一点就好了，一点哦，没有很多，一点。这样，我已经刚刚，这样可以吗？我已经关了，关很多了哎。我跟你一起养。傻眼，礼拜五会有奖品吗？有吧？哎，太超过了，我用掉啦。喂，欢迎。你是说我的脸太超过，还是五胎太超过？莫波欢迎。关多少？不说，五个可以组篮球队。对啊，你看姐姐。雨龙欢迎。羞羞，谢谢你的玫瑰。对，礼拜五有直播，有我们的生日直播，有默默前辈跟美玲前辈，也有我，大家要来看。礼拜五聊我的事太多了，
干嘛、啊？没有人，全世界都知道你几胎啊？哎，笑笑欢迎，传说欢迎，好，不说不说，我们不说。礼拜五，7月23晚上哦，9点嘛，好像是。笑笑欢迎，瑶欢迎 ，Hello， 真是欢迎。嗨嗨，宝莉晚上好。嗨，露露一下笑，终于欢迎，漫天欢迎，瑶欢迎，想豪欢迎，终于欢迎，小西欢迎，晚安晚安，各位晚安。礼拜五会有很多吃的吗？不知道哎，希望有。神探欢迎，但也希望不要有。那一定是你在讲，我哪有讲？那你要感谢，你要感谢我，我为你帮你讲，这件事好事。任何关系，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天天欢迎，笑笑，谢谢你为主播费续费一个月，爱你。那礼拜五要穿上，对，没错吧？今天的话应该是吧，我不知道。信思欢迎，然后欢迎，笑笑，谢谢你的魔法棒。是8点还是9点？我忘记了，好像是9点吧。还是8点，8点嘛，8点。切的都欢迎，我来切到，谢谢阿哲欢迎，浩一欢迎，浩一欢迎。有梦才应该会有吃的吧？那我希望不要有，因为我最近在减肥。好啦，减肥一直都是挂在女人的嘴巴，真的真的有做。其实对了，我最近真的有做了，还是有去跑步什么。Sally 欢迎，盘菜欢迎。哦，是8点哈，礼拜五8点，大家要准时看官网的直播。嘎逼，谢谢你。朱莲晚上好，卡丘欢迎。有通告还不敢知道是几？我现在不能看通告表，我要去看手机才知道。可是我现在是直播嘛，奇怪了。那就通告一下嘛，999欢迎。因为我记忆力就是差。夏夏欢迎，谢谢 Sally 的徽章。减肥是明天的事，永远是明天。对，我们可以一起开瘦脸，没错，但身材遮不住。我不怕胖。朱莉安，谢谢你的玫瑰。不是早上8点了，是晚上8点，因为阿丽会睡过头。我揍你哦，金米粥。我的情。是早上8点吗？不是，是晚上8点。自己。别在我眼前欢迎，这名字凶凶的。别在我面前。考你，我生日几月几号？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要问。志宏欢迎 ，AJ 欢迎。倒立王欢迎，万里山里还没到，紫色欢迎，苏云欢迎，顺欢迎，你会贩卖也未贩，礼拜五可以穿圣诞 T 了，今天我也穿了，你们有知道这个的意思吗？我设计这个 logo 的意思 ，L 欢迎 ，Rock 欢迎，小丽友谊欢迎，柴犬弟欢迎。晚安 ，Lolly。这个呢是，就算我记得，我也不会说好嘛，奇怪。这个呢是我，我跟我的朋友，他帮我设计，要告诉他想要的感觉，不是完全是就是有跟我朋友一起，我朋友对这个比较厉害，可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这是我的想法，就是小布与吉他。然后我是中间嘛，就是 Ellie Lin， 然后这个是 Happy Birthday， 然后因为我想说这个是圣诞 T 嘛，所以就是我家开始暴雨了。哎，我今天也是暴雨回来，你朋友真好，对啊，我朋友真好，谢谢，小心曝光哦，拉好衣服，好。然后这个 logo 是，这个是吉他，这是我喜欢的音乐，对，这件事情是。
我把它放在我的心里的另外一边。浪客欢迎，然后这边呢，右左下方是小瀑布，是一台车车，然后就这样对比旁边，这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因为我为什么想要一个框框呢？这框框就是我在中心，然后你们在下面，然后我喜欢的事都集中在这个框框里面，然后我想要成为我们成为彼此的力量，然后我做你们的力量，然后可是当我到舞台上的时候，你们做我的力量，所以就是互相帮忙做彼此的力量，所以就设计了这个 logo。 你的心好大，可以装这么多东西，可以承受得住，所以我才来当偶像的。黄点设计的话，会不会把木木家具？哎，有可能呢。陈家树，澳门客欢迎。陈陈直播被你毁了，阿丽为何不？我制止不了，我制止不了那个小三美丽。哎。好，我姐很坏，算了。好，然后对，我真的制止不了小三美丽，所以木木要摆在哪？木木可能会摆在这里。被你掉我姐啊，她在那边，吉米都欢迎。多少钱？谁？小易欢迎，然后对，想想 ，Hello 志祥欢迎 ，Panda， 渐渐放开会走更远。加速谢谢你的看好你，刚刚卡了吗？有卡吗？志祥欢迎哦，因为那个对有电话，网络手机有个电话，那是不是把姐姐的话进去了？不要。姐姐太胖了，画不进去。小胖欢迎，小黑在一起，简单别轻易说放开。佩轩晚安，帮我关门的。你就先给他放后面，你又不是很快就回来，很慢。这再说一次，我姐很胖。相信爱存在，你欢迎你。这手机是什么意思？对，我今天的手不是，我今天的手呢是亮黄色的指甲油，你们喜欢吗？我自己是不喜欢，因为它显手黑。它太显手黑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很好看。你看，我会觉得自己的手很黑。好，应该也是我自己的手真的变黑了。每天都在骑车，然后都在晒太阳。嘎逼，谢谢你的玫瑰，胖到你都破音了。对，我姐，再见，拜拜，爱你姐姐。林秀秀秀欢迎。Kevin 欢迎，手黄黄的，涂自己不喜欢的颜色。没有，我那时候觉得我跟我姐买，然后觉得蛮好看的，然后就涂上去就很好像没有很好看，就适合可能什么？你们自己觉得好看吗？这个颜色，你们自己觉得？最爱第一天，欢迎，我也爱你姐姐。不是说不爱吗？你给我可以坚持我勇敢。你不是要走若珠？谢谢迪依婷的魔法棒，比较喜欢之前的蓝色。我也喜欢。对，好像黄色比较蓝色比较好看。那我明天给它换掉颜色。Hello， 包喷吗？你会吗？欢迎，会让人多看一眼的颜色。就是像好像在路上，你看到一些穿荧光色系的人，你就多看几秒钟这样，就像我的手指甲一样。无法替代，无
TY 欢迎，尼哥欢迎，汉欢迎，小小欢迎 ，Hello 大胸糖欢迎，还希望我走，我也是粉丝哎、欸，对我姐也是粉丝，她是我的最忠实的粉丝，小小欢迎。我每次只要唱歌跳舞的影片，然后我都马上先给我姐姐审核，我姐姐是那一关，她决定是哪一个，我就会决定是哪一个，因为我是有一个。我是有选择性障碍，每次我在唱歌我就唱个三四五遍，然后我会选出最好的两遍，然后两遍就会其中一遍就其中两遍就会叫姐姐帮我听这样，然后姐姐都是第一个，每次我密她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姐哪个比较好，然后她就会帮我选的，然后她会给我意见，那我觉得你跳的不大力，然后我觉得你跳这个就是感觉你粉丝会很喜欢，她就会给我意见什么的。浩浩 Jamie 欢迎，六五八欢迎， Sally 谢谢你的分享，晴天欢迎。所以关灯，你的指甲会发光吗？有可能会。Only 欢迎，我喜欢有你的颜色。哦哦，这在告白吗？奇怪了。阿鲁晚安，姐姐对你这么好，还要说她胖胖姐姐？没有，是她自己公认自己胖了，我也没办法。我本来觉得她很瘦啊，是她自己说她自己很胖，我就对，那我也不得不说了吧，是吧？好歹我曾经也是表演者，对，我姐以前也是，我们小时候都很常就是在，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很多长辈结婚嘛，然后我们都会表演，上台表演，我们第一个冲最快。你有选择性障碍，你是不是问人选 AB 结果选 C 的那种？我对朋友是这样子，可是对我真的，因为我姐她是我的忠实粉丝，她是一个很直的人，她是对我就是会，因为她也算是我妈吧，我姐就是我妈的。不是不对哦，是我你，是你说我胖，我没说过瘦吗？哦，是哦，我心里自己觉得你瘦好吗？晚安阿卢。可是就唯独我姐说什么，我就会相信什么。哎，毕竟你从小是跟我姐姐一起相处嘛。琪琪欢迎。你去拿餐具。好好接你。我觉得还是要看事情吧，如果有的时候我选择的东西它可能我没有这么重要的话，我就会我不知道，就是很大的水壶哈，我跟你们分享，这是我在虾虾买的，虾虾就是虾皮皮虾，对，虾皮皮虾。你的萤幕卡住耶，有吗？有卡住吗？所以姐姐是瘦还是胖？好好讲话。以前是瘦，就这样。何染欢迎。然后这个是在虾虾买的，然后因为呢，我其实是一个很爱喝水的人，但是因为我有一天逛那个小红的时候，小红珠宝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女生，她很不爱喝水，然后她的水瓶超可爱，就是这个，就是她是每天人嘛，人的一生不是人的一天一定要喝2000cc 的水，以前瘦什么了？哎，我至少说你瘦，我一天可能可以喝我一天可以喝3000-4000cc。萤幕卡住了，现在也还卡住吗？谢谢姐。对对。然后我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女生，她就是她超级不爱水，然后所以她早上她就有说，你看她有英文字给你们看。万事不绝问姐姐，没错。我看也是卡住了，重新再进吧。哎，卡住的重新进来哦。然后他就这样开始就说 good morning， 就是早安，然后开始喝，然后9点的时候要喝到这个地方，然后9点他就会说你做得到的，你可以的，然后11点就跟人说坚持住，就是坚持继续这样，然后1点就说什么再喝多一点，加油，就再喝多一点，然后3点就是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然后5点的时候就是叫你别放弃。然后7点的时候就跟你说快了快了，反正就是快了这样。然后9点就是耶，你做到了，9点就要把它喝完这样子。等一下哦，等一下哦，等一下哦。
觉这个水壶很适合在家里，我觉得带出去也很适合，因为我之前一直买不到这么大的水瓶，而且这个还蛮好看的，然后它是吸管，然后它是可以这样提着提着的，水壶真的很赞。然后我姐对我姐就说，我姐就说哎好用嘛，因为我 po 给我姐他们这样，就可能 po 那个，然后她就说好用啊，然后我就说很好，我就回我姐说水壶有好用不好用，就是我有水啊，不然，然后结果我姐说没有，我是要问说这个盖子就是什么什么盖子有没有什么正常作用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都很好，人一生不是是人一天要喝2000cc， 带出门的话我会懒得带，有点大，可是它还蛮好的，就这样提着啊，很方便。Hello， 晚安。水壶真的很赞，可是我不会，我就是喝的蛮好的。我都喝到就是完全的整个阿妹，我的饭来了，我今天吃打抛猪肉饭。你的水小火龙欢迎，我跑外送都喝完1500，就是要喝一天呢，遇到危险还可以拿来防身，哎，好像很不错哎，防身这件事还蛮厉害的，我都没想到。但我自己本身本来就是很爱喝水，可是我又不喜欢，我之前没有买过这么大的水壶，都就是有些不好看啊，可是我觉得这款还蛮好看的，而且它都有刻度这样。这样不会一直跑厕所？我会啊会啊，我就是，可是我就是爱喝吧。如果看吧，如果有的时候是出去玩那种厕所很难找的话，我尽量就不喝多水。可是我每次几乎都在喝水，顺便变吃播，看起来蛮打抛猪肉饭的。对，呱呱欢迎 Google， 欢迎吃播时间，因为我今天有饿到，早上有去那个。然后刚才回来就没什么吃饭，就很饿，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忙一下木木之后就开播了这样。但我觉得这个味道我有点 ，Hello L I N 欢 L I A 欢迎，所以其实在就是。我应该之前在南山的时候就要买这么大的，可是我之前在南山也有买到一个超大的热水壶，然后可是袋子就超重，因为那是有重量，因为是它是有那个可以装热水。给它进来 ，Hello， 木木想吃，那就不要理他。你俩在搅拌，阿妹，有加酱吗？有啊，好吃吗？你要不要吃一口？可是我不是说不要加小葱花吗？有点辣。辣？那个来吃辣是对的。妈的！你进来干嘛？嗯。挑食？没有，是很辣。有点辣，有那么辣？哎，你是真的吃一口你就会感觉到辣哎？那你说，你要闻什么啊？葱花好吃，我不喜欢葱花。嗯，你饿了？你该吃你们家的猪啊！哎，我今天又没有辣。是想欢迎妈咪喂你吃一个香菜，想喂他一个。姐姐想看木木吗？妈妈看木木。落叶欢迎，是想欢迎，嘎比欢迎，逍遥欢迎。嗯？为什么？你今天好看，每天都很大。嗯。
可是是好吃的。哎、欸，很好吃呀、啊！哎、欸，我问你们，你们喜欢？阿西吧，走开！你们喜欢哪一个料理？就哪一个？就是什么料理？你先吃这个，我先不吃辣，有解辣，好大一碗。对啊，那你吃泡菜。我同事说要那个叫饮料，我说我在戒饮料，然后他就说你要吃辣，我说我在戒辣，他说你到底有什么东西不戒？我说我在喝水。木来，无国界料理，日式哦，日式，日式你最喜欢什么？俊欢迎拉面。你喜欢拉面了、哦？我是喜欢，日式我喜欢猪排饭那种，就是定时什么的。啊，我喜欢韩式，韩式是我之前也很喜欢。那你别饿好不好？我都是分阶段喜欢哪一个式哪一个式，像我最近就喜欢，可能都在家对台式，我都吃一些小吃类自己煮的。新化欢迎，好吃的都喜欢。嘿嘿，欢迎。然后我以前特别迷韩剧的那段时间，国高中吧，特别爱吃韩式，爱吃到不行。寿司、猪排饭、拉面不喝汤。哦，不喝汤。哦，对，其实我有时候吃面也不怎么喝汤。若初，你要不要看狗狗？看木木，刚问你不问，大方欢迎韩式。我好多都不吃，例如什么陈家树，我觉得不喜欢的料子，单纯只是还没吃到好料。韩式好吃哦，对我姐啊，但我姐什么都吃啊。木木，你的姨妈看你大姨妈。姨妈？姨妈是木木吗？谁是姨妈？姨妈是若珠，对吧？什么？大姐啊？是姐姐吧？大姐是姨妈。哎，木木，姨妈。啊，你好臭！因为他明天才要洗澡，他已经有两几天没洗。没办法。鱼板控是什么？鱼板，你喜欢鱼板？看到我都没这么惊喜，真的是没有可一颗爱心，真的是。哎，我不如狗，是不是林若珠？对，欢迎。你跟我出去吃个饭，你就知道我爱吃什么。No, 没关系，不要知道。木木臭臭臭木木。Hello， 哎，好久不见，乔晨，狂港。哎，姐姐，所以你们家的猪叫什么？阿杜哦。啊，木木正行。嗯，应该是说我们家里的，他家是最好，连我哥找我也都说木木嘞，然后，对，久违了小丫头，嗨，好久不见，阿杜，为什么叫阿杜？吃饭了吗，团长？我觉得有点辣，辣到我现在都不想吃，因为我今天那个蓝，跟我换啊，不舒服。教我里面就一直出现辣炒年糕，你不是不能吃？阿杜有什么意思？就是你啊，陈家树。爸爸，你要去哪里？嘎比欢迎，真的、啊、超想去吃，吃什么？鱼板呢、啊？高高欢迎。我去玩。我这没有辣。它是辣椒板在里面，还是在那个酱里面？欢迎闭嘴。那你还问？你爱问就是要接受这个哦。说辣炒年糕，你也有看韩剧吗？乔伊，好辣。L 欢迎。对啊，你不要吃啊！我你看我连酱都没酱，我就酱而已。我是血肠控。是我的。你不要，你不要吃面今天。那你，我还是慢慢吃。不要啊！你让我伤胃。有啊，你最近在看什么？多喝水。我就是笨蛋。多喝水。我追很凶，真的、哦。所以九尾狐你有看？无法抗拒的你。
金秘书哦，好正，欸、你真的好正哦、啊，金秘书。我是辣炒猪肉和奶和炒鸡控，辣炒猪肉，感觉好辣、哦。现在想到辣，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就不舒服。芒果冰沙爱，嗯，不是在说吐司吗？但是冰沙我也很爱。副会长，虽然九尾狐女又很女生很正，很喜欢她的李慧丽，让我印象深刻。嗯，主君的太阳好看，嗯，主君的太阳，那你们有看过那个吗？鬼神君哦，啊，我的鬼神君，我姐姐看了五六次了，哎，不对，十次有，谁理欢迎？然后整遗物整理师真的超赞的哦，想起来最近有重返十八岁。看重版什么？那是谁演的、啊？永远的君主，晴天欢迎主君，你有看吗，姐？什么？对我姐也很爱看，她超爱看那种有鬼的，我也看五六次。你跟我姐好合得来哦 ！Oh my god！ 我们现在在看，你有看哦，若珠。哎，模范继承者很感人哎，其实看到最后一集我看哭了，然后。我的遗物整理师也是，我几乎每集都哭。重返十八岁好看，是谁演的、啊？三友，鬼怪，嗯，鬼怪也好看。我没时间看剧，嗯，你就知道看我，你只要看我就好，谢谢。没有时间可以看别人，见骨欢迎。还是一个木头，不用看。沙鲁欢迎，剑骨欢迎。那什么脸？剑骨先前的枫叶。像最近被背叛的田野忧郁，那是什么片？模范生真的超看，李帝勋真的帅。他是有点长得像那个什么潘玮柏，我觉得有点像。可是我觉得他演戏好厉害啊。嗯，以后要看你的剧。可以去看大木头吗？可是我没有自家姐姐 ，Sweet Home， 那是什么？好像瘦的潘玮柏，对对对对对，触及真心，我好像听过这个剧。你们觉得你们会一直在看好几次的韩剧是什么 ？Hello ALB 欢迎。如果我以后去演偶像剧的话，我粉丝就不要我了。然后每天都要跟有一个漂亮女生聊天，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哎呦，有暧昧对象喽，加速很棒哦！惊悚片，君和娜，好像听过这名字。好，我去看看，因为我最近也没片可以看了。嗨，我叫又又后后后 Y I N。恶魔法官谁演的？李胜基主演的窥探。哎，李胜基真的很会演。应该说，我觉得韩剧韩国的演员都真的很会演。然后我姐很常看那个，就是那种八点档的剧。然后每次看到我就觉得比较真的很可爱。其实算了，这是人讲描述什么魔？窥探的剧情都超刺激的，是会有点恐怖吗？当时我在等啊、哦，你是我的荣耀热巴女神，确定你会看呢、欸？哈喽，欢迎战士哈利，欢迎阿丽，欢迎。你下播，我要去找他。好，你赶快去啊，赶快去，现在趁机你下去找也好，不用在这里，谢谢云汉，欢迎。很恐怖，是恐怖的哈，那我不敢看，因为我会怕。现在找他好了，好去找吧。没事的，我们在这个平台呢，在这个直播台，就是我们要勇敢的追爱，好吗？你们想要去爱谁就去爱，你现在想去抱老公的就去抱，我再跟我姐讲。不要花时间来看我直播。Hello， 雨涵，我的女神也每部都必看。喜欢的话请小铃啊，那个我有看，不是机器人我没有看，但喜欢的话请小铃我有看，而且我是一开始是
因为金所炫，对，我很喜欢金所炫，可是我对你那其他男的还好。Hello， 阿丽，欢迎。陈家顺不是要去找他吗？我同学都很爱看暴力的，我不敢看恐怖，关灯看不行，加速下去，对，叫他走开。云汉汉一边抱老公一边看，不行吗？不行不行，要专心的跟爱人就是相处这样。有呢，会睡觉。嗯，有，我有看到女神降临，好恶心哦，肉猪。肉猪说她边抱她老公边看我直播嘛。姐夫，姐夫，你想我吗？姐夫，如果我去找你的话，你要带我去哪里玩？永久踢出直播间，对，陈家树永久。车银优好帅，嗯。我对帅哥都没有什么兴趣，我是对女生，我是蛮喜欢女生的。嗯，可是女神降临的漫画好久哦，它真的好久，一直出，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结局。哎，我哎，说到漫画，我好久没有去看。想好，欢迎撒开，欢迎。我也想找个人抱，嗯，找你的家人啊。我记得他们给我看过46团全体合作的惨美，那是什么？谢谢一点三，欢迎 ，Hello 热爱，欢迎罗宝杰，欢迎。还好我不帅。嗯，我对美女比较有兴趣。我也觉得漫画在后面有点绕来绕去。嗯，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要跟谁在一起。你现在还有在看漫画吗？他们现在是什么样的进展？你可以大概告诉我，因为我好久没看。祖祖问阿丽在忙吗？没有在忙，我在吃饭。他是不是想跟我联播？好，来来来，志祥欢迎。但我看他家跟我联播，网络会荡荡的。黄鱼欢迎，哎，你们先把声音关小，你们先把声音关掉小，你们先把声音关小，关了吗？关了吗？关了哈。爸爸，我今天讲话要很小声。有，我有感觉到了，我有先叫他们那个声音。你知道为？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进来我的直播间呢、啊。是。妈妈，因为我明天要，不是因为我明天要生日直播，我今天要养精蓄锐。那我觉得你不要跟我直播，怕你等下会嗨起来。不会不会，我很小声。真的吗？你明天会来看我的那个吗？会啊。是直播吗？会啊会啊。你是不是不能用大帐进来？可是我们不是都可以去看成员的吗？可是如果是说不能去看官方的吗？不行。对，好像是。那我就办个小的啊。没有人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啊，嗯，怎么办呢？我给你个提示，晚点再跟你讲。可是大家都知道哎、欸，我的，你的叫什么？迷你猪。虽然几乎都是猪妈在用。我之前有一个，可是我不知道我叫什么了。我跟你讲哦，我因为明天的那个。你看我还这样。嗯，哎呀，那是什么？什么？你叫旁边？好好谈。哦。那你今天就真的不要讲话，你就当个神那个就是女神雕像这样子的。对，你就这样，就这样。对，就这样。对，我帮你看留言哈。他们以为你真的是中药。明天就要跟、哦、是啊，是中药的喉糖哦，是中药喉糖。你觉得那个对你有效？嗯、我吃喉糖都没效哎、欸。可是这个很哦，真的、哦。哎，你明天真的要跟嗡嗡哎、欸、哎，你们两个可能会比我们，就是我们不是三个吗？你们是两个，你们可能会直接就是比过我们两个三个人的声音。因为有汪同勋真的是，还要再加上你，真的世界无敌，真的是世界无敌。
我自己也没办法想象在你们旁边的样子。姐姐应该，所有人应该都会，你们会爆炸，笑死。对。你们一样，你们是几点？八点吧，是吗？哦，都一样是八点。你看，你也忘记，刚刚他们问我的时候，我也说，哎，八点吧，九点，我也不知道。我确定耶，应该是八点啊。对，应该是八点。世界无敌。啊，八点，我应该，那我提早给木木洗澡，那我就可以看。明天很忙哎。好可爱。我要帮木木洗澡。对呀、啊，好。对呀、啊。我没有帮狗洗，真的、哦，真的。那你有给小动物洗澡过都没有？老鼠，老鼠不能洗。没有，因为我们家养兔子，哦、以前可以吗？可以洗吗？兔子？它不能洗澡，我是用干洗粉洗。哦，就是你要上在它身上，然后把它吹吹吹吹吹吹，它开始梳它的毛，这样。嗯，对啊，有时候我也会给他用那个痱子粉。可是好像还是有人帮兔子洗澡，不知道。可是那个是要让他习惯才可以这样，就是要让他没。可是兔子洗澡不是会死掉吗？好像说因为很容易呛水，所以很容易死掉，就不能让他呛水。嗯。就脖子这个地方一定不可以呛水。那兔子是它，你养它，那它会认主人的吗？它会发脾气。对，为什么会发脾气？因为我以前就是喂粮仓，我会挖一个大碗，挖很多的料，的饲料，然后出，再挖一大碗，让它晚上睡觉的那一餐。嗯，它就会有餐的饭，嗯，然后因为之前我在他小的时候喂太好，就是喂那种什么果干，什么就是比较，就让他有点太胖，嗯，你知道吗？那就控制他吃。后来我就换成一般的健康版的饲料，嗯，然后他一开始就，直接把它打翻，一放上去就打翻，一放上去就打翻，然后。最主要是不是在我在的时候打翻，就是他就是我出门以后他就把他打翻，然后我一回到，因为他就变成一天都没有吃东西，对不对？嗯。然后就是回到家以后，他就会生气，就丢他那个盘子，用嘴巴咬，然后丢出那个他的那个笼子外面。这真的好打、欸，是我就打他了。然后因为我是把他养在。那时候有我们家有后院嘛，嗯，然后我们就是把后院门打开，然后整个后院就给他玩这样，嗯，真的，那个兔子很需要大空间，他就很生气哦，你知道他真的超生气，然后最主要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先这样丢出来嘛，然后之后后来他就受不了，他就因为就是这样，他大概就跟我反抗了大概一周的时间，然后他到后来他还咬着那个碗哦，然后去敲那个笼子，你知道吗？就这样哐哐哐哐，然后你就要出去，然后再把它挖一碗饲料。然后每次晚上的那一餐，它就会饿到受不了。一挖上去给它吃的时候，它就会疯狂的把它那个饲料吃掉。然后早上又在生气，把那个饲料丢掉，就这样一周。可是那它这样持续很久，就是它不会改回来，对不对？没有啊，后面它习惯那个味道以后就还好了。就是我变成说，就是健康。料里面会掺杂一些那个比较好的饲料，就是比较肥的饲料的，嗯，什么果干，什么有。其实动物真的会，你知道我这几天有出去，可能工作还是什么的，因为我都几乎天天都待在那个木木旁边，然后自从我可能有时候要出去工作，或是出去一下子这样，他回来就给我把那个家里都乱七八糟，给乱大便乱尿尿，然后。我就想说啊，算了，没关系。但是我在家他就不会这样。可是他现在有好多，因为我用零食去给他控制，就是给他说，哎，你哪样子是不行，然后就给他奖励。如果他做好一次，就给他那个糖果，然后他就知道。可是他还是会故意想，我觉得他是故意想闹一下脾气，然后
我不放它出来，它故意会小叫一下，因为它通常不会叫的。我不喜欢会叫的狗，但是它本来就是不会叫，所以它有那种就那种声音的时候，我就说我就不理它，故意不理它这样。没法理它，它才会一直叫，一直叫，就是撒奶这样。这狗真的是哦，爱撒奶哎，超爱，好可爱。还是它会这样乱咬乱咬，是不是因为它在长牙？哦，乱咬磨牙。对，让它大让大便尿尿，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它是故意。哎，你知道有那个吗？要训练它，就是在一个那个尿尿巾上面尿。我之前有看那个网络上的那个狗狗训练的那个，你知道吗？它就是你要让它就是去尿尿。大便都在那个纸上面尿尿大便，对啊，尿布垫了尿布纸，对对对，就是让他，你好像会在习惯在哪一个地方尿尿大便，然后就把那个纸放在那边，然后他就会习惯以后都在那边尿尿大便。嗯，对啊，有吗？有啊，他有，真的，他会在那个尿布垫上面尿尿，真的。嗯，他只有是在我不在的时候，他就给我这样乱七八糟尿，哎。所以就是讨打，他现在又在，他现在又在都在干嘛？废话。我想看。木兰在紧张什么东西？这漂亮的姐姐要看呢、啊。而且今天那个张雨林，他有给我那个他的衣服，超可爱的。因为张雨林不是也有养一只狗狗吗？然后他就给我一件，就是跟他的狗狗叫 BB 嘛，他给我一件。BB 一样同一样的衣服这样，可是太大了，太大了哦。然后等他长大了可以穿。木木是不是不想我？没他。木木，他现在不舒服，他觉得这样抱不舒服。木木往上看。木木不理我哎，木木。你叫大声一点啊！不行，你不能嗨。木木，木木啊！对对。哦，木木，木木，你不要吓他啦！等下他不喜欢我。每次看到这个姐姐的时候，我妈就会叫木木。哎，你知道他现在不敢，不是狗狗都通常都是要出去散步吗？你知道他我给他带出去，他就趴在那里，他不敢动。我在想要怎么跟他训练呢？他是紧张是不是啊？他会害怕。我先放下来。他会害怕，他对视，他没有见过世面，他会害怕。他是比较内向的狗狗。宠物都不敢看我眼睛，害我很难过。因为你的眼睛有别的颜色。哎，你这耳环，好好看哦。真的哦。你明天就我妈妈。哦。你明天要穿什么衣服？对，不是这样问，我也不知道。还没想。哎，但是，哦，你们是会穿？我们是这个。你们会穿这个吗？好像是没有规定，没有说可以穿别的。所以我也要穿圣诞 T 是吗？你等下去问一下。我应该没有要穿圣诞 T 吧？我应该也没有吧？那我怎么记得有？那我先问，好像要问。好好好，等一下，我记得刚塔瓦哥叫我要记得，是塔瓦哥吗？还是西恩叫我要记得带圣诞 T？ 是一定要带圣诞 T 是不是？是吗？应该是吧。生日不穿圣诞 T 吗？我要穿比基尼啊！哦。你可能会被ban掉。别人不说是你被背。哎，我跟你讲，我跟小三每日想要买 BD， 可是我没有要穿，那我们就想，我们也不会穿出去，我们只是就是可能自己私下。哈？那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你知道我在讲哪一个牌子吗？谁？就是哦，你知道有一个牌子。对对对对。你知道我前几天看到啊，因为最近不是疫情嘛，不是很多人都不买泳装嘛，嗯，就他现在加一元多一件，
那抢料抢料抢料，好好，现在传给你们，现在传，我现在查，我现在查。加元，你不知道这个吗？对啊，一元多一件，可是它要上下分开买，就是它的泳衣上衣是上衣，下身是下身，现在是分开买的，就变成说你们买一套，嗯，然后你们就。我们那小三美月就很好笑，他就说，他就突然美月他之前就突然打电话说，阿丽你要不要？因为他一定问张琳，张琳一定说不要嘛。啊，那晨晨年纪那么小，怎么可能？他就说他就想要找一个人陪，然后问你，因为你已经有很多了，所以其实问你也是就觉得哦没有，我们两个是，我今天不能穿了。我们也只是想说哦，搞不好自己在家里怎么洗个澡穿呀。真的可以，你们还可以自己偷拍一些照。可是有可能可以自己。那我现在传给你，我用网络传给你，我用那个传给你，我用电脑传给你。默默，你在干嘛？不要一直惹别人。啊，他为什么都不惹我？因为他要看到人，他要看到本人。哦，你传过来了，我看到。嗯嗯嗯。哦，一云，哎，真的哎。嗯，哦，下大雨了，你们那边有下吗？有啊，不是还台风吗？不是，我们家现在睡，刚才下来。真的？恐怖、哦嗯。你穿，我大发红包。你说的保暖员。你穿，你明天穿，洗澡穿比基尼干嘛？我就，哎。我这里宝杰说，祖祖穿我也穿比基尼。好，没问题。好，对，好，来，来。可是我穿，我如果真的要买，我想要买，我不知道，我还是没办法买那种两节式的。我不知道，我还是没办法。但我最近有看到一款，哦，好好看哦。它虽然不是那种就是上下的这样子，可是它是，我也觉得超性感。我给你看照片。超新的、啊、你给我看照片。我是看到一个我跟你讲网红，然后我就想买。你看这样好看，我可以。哎、欸，等一下，哎、欸，你可以，不要，不行啊！你传给我，你不要给大家看到。哦，好。等一下你被ban掉。好，可它不是比基尼，它是连身的、欸。你指甲很那个哦。哦，对啊，就是最近试色嘛，我姐姐给我去买的，然后我就买。很可爱啊，它、啊、也只有这个时候可以擦、啊。嗯。哎、欸，我传给你了。好。哎、欸，我怎么没收到？有了。嗯。我想。哦哦。哈你的脸，可是我觉得这个比上下节好多了。阿丽喜欢这种风格，哇哦！哎、欸，好。谢谢花。你觉得很好、啊、这个很这已经超越辣了、欸、没有这哪有、欸、如果是你会穿这种吗？说真的 这个哇，我可能我有点害羞哦，这怎么有点害羞？这个有遮吗？这个有在遮的吗？有啊，它遮肚子耶、欸、它也把该遮的这边有遮，好像只是这边有一个肚子啊。啊！他只遮了肚子啊！没有，他三角内裤那边也有啊。他只遮了一些一般不会遮的地方，然后你觉得有跟你之前走秀的那个还要再少吗？你有一次你跟我说有一次走秀你那个很不 over 的那一次，你觉得有哦？那我那件又更小一片，因为它这个只遮了该遮。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还 OK 啊。嗯。蛮性感的。可是说真的，我跟你讲，我觉得你不太适合这件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嗯。是你可能真的撑不起来。啊，就这里这就是那个 OK 啊，懂懂懂。他要最近有长大一点呢，所以我才他要那种快，他要那种快掉出来的人穿。这个人一定有电啊！我知道他很瘦。
那一定有垫啊，这你知道有泳衣那里面的那个的那种内衣啊？有啊，我知道。我跟你讲，我知道，我跟你讲，你适合什么泳衣哈？我查给你看。你如果爱的，我杀了你。不会，这种人吗？阿丽到底长得什么？猪猪都不敢穿阿丽的儿子。没有，我只是找个比较小性感的，嗯、小性感。但我真的是喜欢两片式的，我不喜欢肚子中空中空间中中那么多通，就是中间，哎呀好累哦，我鼻音很重也好累哦，等一下。跟你讲这一件，你这一件，我不行，我杀了你。哦，哎，这很可以耶，这看吧，我是什么？这我很可以耶。我觉得大家这样听我们聊天啊，他们一定就是不知道我们到底在聊什么，大家是不是一些幻想？就是想象说，哦，阿丽穿这个感觉，嗯，哎，大家觉得阿丽，先问说大家觉得阿丽穿什么适合？哎，其实你找的这个是我会买的。啊，如果真的哈，在还没看到我刚传给你那一件，如果我先看到这个，我就会买这个。就你现在真的哈，嗯，哎、欸，你也会挑，你很了解人哎、欸。跟你讲，还有一件，就是你的应援色也蛮好看。啊，有点怪哎、欸，等一下，我自己是不会把应援色穿到身上。干嘛？你看，这个有点恶心哎、欸，等一下，这个没有。刚刚那个还不行，是啦，这个很可以哦，这件很好看。这个我不行，这个我不行，这个下面、这件，我跟你讲，这件我现在再传一件给你看，这件也是你的应援色。这件我有看过，我有看过我同事穿、走秀的时候，他走秀的时候是非常好看，我跟你讲，非常好看。非常的显身材瘦、看起来身材很好，非常推荐这一件，超好看。这一件跟上一件我宁愿选这件，对，这件真的，而且很适合我的脸蛋。其实我觉得你真正这三件，我真的觉得第一个真的是我的风格，就是它有一种鲜鲜的感觉，也不会到很辣，它就是能露，就是能露。可是那我觉得，你应该是喜欢白色。没有，可是我喜欢它那个感觉。那我再给你看。第一个有一种波西米亚风那种，我自己觉得。哦，仙女啦，就是仙女系列的那个泳衣。这个会让我觉得有点抬。你现在穿给我这个。啊、但是你有点抬吗？嗯。这女的好正。很正哦。一三啊，你给我的一三我是 OK 的。第三件我是真的看过本人穿，非常好看，我跟你讲真的太好看了哦。还有一件我之前也有看过人家穿，也是非常好看，它是黑色的泳装，然后中间的那个线线超好看。因为你给我第二件，其实有一点就是觉得，我有一点觉得它是台妹台妹的。如果大家实不行的话，我不行，我撑不起来，我就变台妹了，真的。那我蛮想要问大家的，大家这样听我们口述的那个，哎，但是大家听我们口述，嗯，你说，我说大家听我们口述喜欢哪一件？不觉得最后一件那个黑色很辣吗？有一点太辣了。辣到我刚刚是有吓到，他的那个线线很美啊！啊，那个线线，它的花很漂亮，就是它那个黑色跟花，那个有点适合小三美日，我要传给他。哦，哎，适合他，真的啊，会很好看。变态的，那我们来帮晨晨挑一件要不要？好，我看你会挑出什么。我觉得晨晨就适合一些小蓬蓬裙的那种感觉，就是它有一点小荷花、小荷叶风。
没有没有，如果他想要长大，应该要让他穿。他想要长大。对，他想要长大，成为女孩的女人的话。哎呦。那基本款不知道适不适合他，我觉得颜色有点不适合。没有人看一下，然后他们就想颜色不。我跟你讲，颜色不适合，但是他的款式跟你那一套比起来，我觉得蛮好看。哦，这个我也会买。这个我会买，我觉得蛮好看的，而且这个真的蛮适合高中生的，就是我觉得他这样就够了。我会，如果他再买肉一点，透就是更性感的，我会阻止。但我觉得这个很蛮适合陈真的。啊，你真的会？那我想，我想看给陈同意。才15岁就女人了哦，爸爸妈妈会不会太早？我们就是要先帮他预设好，好吗？我们先给他规划好，规划很重要，要一步一步走。对，我们不可以就是哎，我按照行程。我看到一件不太好看的，它是银色 bling bling 的。哎，你传给我看看，我看适合谁？我看看。我觉得不好看哎、欸，我觉得天哪！我刚看到想说 ，Oh my god！ 推荐那一套呢？这个我可以耶、欸。哎，我跟你讲，小三北林绝对买。你知道他最喜欢这种花纹的东西，真的，小三妹很喜欢这种，就是小碎花，然后小性感的东西。我也，性感。但我觉得这个搞不好张雨林会想买，跟他不搭。对了，他应该不会。我跟你讲，他应该会买这件。我看，如果是，啊，我找一下，刚刚有看到一件，觉得应该那个谁。我们现在就是在讨论比基尼的时间。对啊，因为我明天要穿比基尼啊，哦、没有，开玩笑的。等一下，我们明天真的做好期待，期待好吗？在讨论，对，我们在讨论明天我要穿什么。哎，我觉得我们长大可以一起去海边拍一个这种比基尼。我们已经长大啦、啊，等到公司在 TP 长大。对，就是等公司解禁，我们就大家一起去拍。我们马上。第一波照片冲就是这个，直接冲去宜兰拍照，绝对。哎，这个真的蛮适合张明，可是我觉得这个小三美玲也会喜欢，真的。嗯，没有，我明天没有要穿比基尼，还没决定好。最好是叫翁翁也一起。哎，你找一个翁同学啊！你刚刚说跟那个翁同学一定是他最适合。你找一个翁同学，哪一个？刚刚那个啊，你刚给我看啊，你说很 over、啊、对，你找一个翁同勋的，翁同勋的、哦、翁同勋，我差点说不穿呢、啊，哈，没有没有没有，我都好的，翁翁的这是什么颜色？我喜欢紫色这一件啊，同学，我看，他喜欢紫色。我不知道，我乱讲的。翁同学，木头，你要再抓木，其他抓。我不喜欢紫色。这件嘞，我看你唱歌吗？哎，我有传到吗？有啊有有，好像是，好像他会穿的衣服，他会穿的那个，而且你觉得这适合我们小妹？好像怎么办啦？我直接破戒，声音直接开起来，还好啦，你就讲一点点就好啦。其实还好啦，应该太过分了哦，太过分了，而且我觉得我最近就是可能就真的在家里太无聊了，闲闲没事做，然后就觉得哎，要不要买个比基尼？我之前就一直想，因为我人生中真的没有一件一套，连一套都没有，我没有买过。我连泳衣我都是买那种就是那种潜水式的、啊，抱紧紧的那种，抱全身的那种，我没有买过，就是再短的那种，其实短裤可以，但我。没有，我再买过。我好像一两，嗯，一两件是我自己
那其他的然后公司他是但那你就是你自己买是买的是那种很辣的吗？还是就是清纯型的？我有发在我的 IG 上面，黄色的，现在应该中这边是空的，这还有，因为它是以前的业配文，所以我看，现在要看起来黄色有，好像是一个防晒油的业配的样子哦。啊，你最近都在干嘛？那你知道帮你遮。没事，我就直接打。最近吗？那你最近都在干嘛？你有没有学什么事情？最近在有啊，例如事情啊，啊，日文啊，上了一个半个小时。有在认真吗？有在认真啊，只上了半个小时。啊，我看到了原子书，黄色的 ，OK OK， 看到。那我自己买的，好看。那你今天的妆容？很浮夸吗？对，我说，就是、西恩说解封后，快带阿力去挑。我要在网络上买，不想在外面买，恐怖。就算解封，暂时应该也不会去外面买。我现在还是不，下次带你去挑。啊？带你去挑啊。好，那要等结束。我是说，你平时就是没有什么事的时候，你就是画那么这样子弄，就是可能全副武装吗？天哪，我今天啊，我今天拍照。哦，今天拍照。哦，原来是这样，因为你跟那个上次有点不一样，你上次比较素一点。好啊，我们在家都是素颜啊。哎。我今天是要拍照啦，我今天拍照，所以今天有那个，有很美，我觉得。工作，啊，最近这几天你不嗨，我有点想睡觉。你安静，我真的有点想睡觉。反正最近这几天怎样？这几天就是我忘记了，我刚刚本来要忘。啊，对不起，我打断你。哎，我本来想说，你那天不是去陈宝宝家吗？对。哎，你有看我们直播吗？哦啊，有啊。哎 ，Hello， 我在里面。哦，有，嗯，好，说。你先说完，你好可爱，这好像小。你先说完，我再跟你讲一个事。好，然后我本来想说啊，我忘记你会去陈宝宝家了。我那时候送东西到陈宝宝家的时候，应该要顺便送你的那一份过去，这样就可以拿到。你有寄给他，对不对？嗯，你有寄给他。我拿给他，很近啊，我拿给他。哦。啊，你送他什么？我想知道。你知道我们送他什么吗？啊，他没有啊，他没有跟我讲。我觉得你是外遇。没有，你哪有跟我讲过？有，他那天在直播上面有讲。你是不是心思已经不在我身上？不是，是我那天我没有在。我要跟你讲的是，我那天。在房间，因为我被小三美玲跟张琳吵到，我说我要出去，太吵了他们。然后他们在直播间，我整个人就，我说我先出去，然后我就去跟他们家人玩嘛，我就没有在那个他们房间的。然后我在外面跟他，我是负责跟大人。哎，毕竟我们去人家家不能这么没礼貌，我全部都在房间呢、啊，我就是出去玩你的眼睛。我那天是出去外面跟他们家人玩聊天呢、啊。
你确定哈？我确定，确定哦。而且你没有发现你那一天都，我就在前面几分钟在里面，还有他生日的时候有进去，可是我其他时间段我几乎都在外面。你没有听，你没有觉得为什么那么安静吗？我就是没有在，我只有那两，只有那两个时间在，我其他时间也不在。没有，我哎那么吵，谁知道的？所以他买什么给你？他在收礼物的时候。他买东西给我，是我买东西给他。对，所以他是什么时候讲的了？他一开始就讲，还有他在生日庆生的时候讲。一开始我有出去啊，我在帮他忙哎、欸，忙一些那边鬼东西，真的。我听到你的声音演的。那你先说你送他什么？口红，口红。啊，我知道，看到我送他口红。你是送他口红？哦、对对啦，你知道怎么知道吗？因为那时候他在化妆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哎，你这个颜色，我就看他擦，他就用你送给他的，他就说，哎，这好看吗？我说，哎，很好看嘞。他就说，就主买给我的，他就在那边擦。然后我就说，哦，很好看耶，是哪个牌子？我就看了的，而且很适合他的颜色，就是粉红。哦，那边那是你送的，对对对，那是你送的。好，懂。还有一件衣服啦，哪一个？我为什么没看到？因为我也是送那个紫色的衣服。哦，那我肯定也没看。请问是虾吗？是虾虾，虾虾找我，虾虾没事，虾虾。我惨掉了。哎、欸，我跟你讲，我这几天有十个订单。我这几天也有大概七八个。我跟你讲，你知道我都买什么吗？我来猜，我买袜子。哦哟。啊，全部都袜子吗？没有衣服。全部啊！你十个地方买袜子什么意思？还有一些家居用品啊。哦，哎，你也会就是闲闲没事做就想说哦，家里用一下这样子。我给你看，我给你看。好好好好。哎，你的手机，宝贝。直接转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没有给我看到你的房间？哎、欸，宝贝，我的那个嘞，上去，放冷气的，不用没关系，我先拿两个最近的给你看，因为我有一些还没有拆出来，我想要等就是之后再把它拆出来，因为我要搬家了，然后我想说等搬完家再。真的？哈？什么时候？要不要搬完？应该不用，应该是年底搬，然后我就有点可以帮你搬的那个那些内裤、衣服啊，那些袜子，我可以帮你搬的最轻的。好啊，到时候来再，然后你把一些衣服带回去穿。开玩笑了，我买紫色的。我是说真的、欸，你要，我到时候整，我应该到时候还会再整理一批，就是。但我说真的，如果你真的需要帮忙，我可以帮忙。嗯。啊、你就说 好，你说，然后买什么？我看这个这种，请问是你家是做生意的是吗？你不觉得这个装东西很好装啊？然后装什么？这种，你这是在。你是买木头，杯垫，杯垫，不是杯垫，是餐盘，就是比如说我就是一个 set， 你知道吗？嗯，你想要一种感觉，你懂吗？有一个摆设，买了一种感觉。OK，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蛮好看的。然后我还买了吐司，专门放吐司的那种盘子，你知道吗？我看。我还没拆，我不想把它打开了。没关系，不要拆。它就是吐司的图案。哦。欸、是陶瓷的还是木头的？喂，木头的。你很喜欢木头吗？我很喜欢木头的材质类的东西，就有那种质感。对，就我们家里的东西。掉的东西也比较大了。
我最近买的东西就是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有90%都是狗狗的东西。好了，好了。是我真的变心了，有啊，我的确变心了，我都放在小孩的心思上面，我没有放在另外一半的身上，我都放在那个小孩。我跟小孩吃醋，生女儿欸，哼，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的人会。你的节奏不对，你的节奏不对，是不要生气。有人开始，不要生气。有人开始嗨喽，有人开始嗨喽，有人开始嗨喽。熟女点，我要讲话。你要跟那个关门，猪猪闭嘴。现在是怎样？你今天开始点。今天哦，可能maybe 45分吧，因为我等一下要去写作业。9:45。嗯。哎，那我今天开始点。哦。嗯。木头可以拿来做成竹子，为什么？可以吗？竹子，为什么要竹子？不知道哎、欸，哎、欸、那哎、欸欸、嗯，我想看哦。欸、我刚才问你一个问题，然后就在刹那间，我想说不对不对，不应该这样问，然后等下一秒我就忘记我要问什么了。你怎么今天记忆力有点那个？没有我，哎、欸，你知道我有看到。今天会去剧透曲目吗？是什么意思？你是说明天直播的曲目吗？明天什么？不要生气啊！你明天要献唱一首歌叫不要生气。好运来啊！好运来。还有呢？还有什么歌？那个蛋饼好。哔哔哔哔哔哔啵啵啵。你的歌啊，下去哔哔哔，下去啵啵啵，下去哔哔哔，你看、啊、那个哔哩哔哩啵啊，那个我想说啊，哔哩哔哩啵。哎，你是不是感冒啊？你声音怎么有点鼻音啊？哎，这些要怪在我家木木的身上。哦，木木，我已经鼻音了，应该有一个礼拜了吧？然后每个人，你知道。猪猪宝宝就说他很怕，哈利，你再讲一次，谁宝宝？不是猪猪啊，蠢蠢的宝宝。对不起，我在想你嘛。好，然后他就说，林婷丽外遇。你是不是？他说林婷丽外遇。林婷丽外遇。我承认我不是，我跟你讲，我刚才已经承认我不是外遇了，我是生的小孩，林婷外遇，我重心都在小孩身上。你要这林婷外遇，组织什么脸？哎、欸，我跟你说，我就一直想跟你分享，好说，但是我们正在直播间，赶紧跟你讲。好，哎、欸，我就说晨晨的爸爸就说，他就说你那个什么，你是不是感冒？他也不好意思问，他刚刚就像那么结巴，我不是故意结巴，他就说，哎、欸，阿丽那个你是感冒吗？他就讲，然后我就说，爸爸过敏，对不起，那个我没有感冒，我是体温是正常的。我说我没有出去，我没有去到哪里，然后我说我这几天都在家里，然后是因为我们家的狗狗的毛掉毛了，所以过敏。然后他说哦，他很害怕。
你吓死人家了。其实每个人都问我说你是不是感冒的，你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欸、但是我是说，我是说真的，你要不要吃药药啊，就是吃过敏药啊。有啊，而且我有在吸鼻子。真的假的？没有，它的毛真的太多了，而且细细软软的，太细了，你知道吗？我家全部上下都是它的毛。真的、哦？嗯。所以我就说，你呀。我真的很生气。不要。啊，你说什么？我真的很生气。干嘛啦？赌徒说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你呀、啊，哦，我现在保利一样。我觉得现在重心在小孩身上，你干嘛？我现在努力耶。我啊，你看外面的木木的毛人，然后你能，而且你看，你现在还为了，你竟然还为了木木哽咽，你从来都没有为了我哽咽。什么时候我为他哽咽了？现在啊，你一直吸鼻水，哼！我每天还被他爸，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件事太好笑了。然后小三美你不是又来我家玩吗？然后他要睡我家嘛。然后因为木木他小三美睡我家地板，就是床的旁边的地板，我给他铺好，铺很好，铺软软的。然后木木睡在就是我的脚下面的那个地方的地板。反正，然后小三美是睡在我右边、左边的地板，然后木木是睡在我脚下，对，嗯，然后结果，因为木木早上通常都会拉一坨屎跟尿一点尿，他是尿在尿布上，他都会尿在尿布上，对，不会他踩到吧？没有，然后小三美被他的大便惊，就是的味道惊醒这样，然后我就说，没错，我为什么每天都这么早起？我每天七点起的哦，就是因为闻到了木木的大便，我就起来了。然后小三美玲也闻到那个味道，她也起来。她说：“大便怎么那么臭？”然后我就说：“我现在要用了，这样你等一下，因为我都有准时，我都有买这个，就是喷喷的。只要他大便了，我就赶快捡起来拿去。”那个厕所丢这样，然后我就喷就香香的嘛这样，然后小三美玲就被吓死，她就吓醒，哦太臭了吧，我真的，哎你真的吓到我哎、欸，我你知道我那时候第一开始你还没讲的时候，我还想说是木木不小心撒在人家身上了是吗？然后就想说应该不会是这个反应，然后就想说是他自己踩到了吗？然后好像应该也不是，哦还好啦，只被臭醒，还好没事。因为他的反应就跟我第一次他大便完的那个我的反应一样，一模一样，就是有那么臭，所以我起床不是闹钟，是大便的味道。欸，但是你要注意哦，你可以上网查一下，我记得那么狗狗的便便的味道好像有健康的问题。我们家木木啊，连放屁也都很臭，这种狗哦，它就是放屁跟拉粑粑的时候都很臭。真的假的？真的，而且我没在给他吃零食，而且我给他吃的饲料都是那种就很顾皮肤的、啊、比较保健食品这样。我从来不给他吃人的食物。对，我还有哦，对，他没有说，我都不给他吃这种东西，连零食、他的零食我不给他吃。狗的零食，他人生好无趣哦。所以你看我对我的女儿有多用心，所以你还在那边，我只是在用心照顾一个小孩，他是生命 ，OK。好的，来大家就听到了，以后阿丽会对他的女儿非常严格，他不准他吃零食，不准他干嘛，什么都不准，然后拉爸爸臭了，还会用那个香香的去喷他。对，没错。你这样，你有必要对你自己的女儿这么严格吗？就是。放养就长大了，就放养。没有，这只狗它皮肤有问题，它很常会有，它都会有皮肤疹，因为台湾是很潮湿的地方。然后这个发痘呢，它是在法国，它就比较干干的，这种其实比较适合它的。可是这个地方它就潮湿，所以它就会有什么湿疹类似那种东西，所以它要从吃开始给它照顾。可是你不给它吃零食，我觉得这会不会太
没有，太过分，太过分，这才是真的。你们不能对狗那么好，狗是狗，你们大家是人是不是？可是他应该也要有一些零食啊，就比如说，嗯，那如果我下次带礼物送他，给他当我吃啊零食，就坚决不给他吃就对了啦。会啦，奖赏会给他大概一两个，可是我不会一直给他，我不会每天都给他，我就觉得他必须得训练的时候就要给他吃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可是，哦，好啦，可是，哎，那，嗯，那想讲什么啦？可是因为我后来想一下，我想说，对，我也是对我们家的兔兔，也是后来没有给他这么肥的饲料，因为我那时候不是给他那种比较好的饲料嘛，就是什么里面都是果干啊，然后什么，然后他就变胖，好像也是对的啦。嗯，哎，我们是为他着想。你以后你一定也是严格的妈妈，我相信你这么的那个。我会在意礼貌。对啊，这也是一种礼貌啊，对他。哎，你看，我是他要有礼貌，他要握手，懂得握手 ，and 坐下的时候我才给他吃食料。那他下次我就要叫他要点头才可以吃食料，才可以吃零食，你还要让他练习。啊，可以，这可以，这个一定要训练。哎，但我说真的，如果你以后是当妈妈的话，你觉得什么样的教育？你是怎么样的教育？你觉得最对、最对味？猪妈教育？我觉得要看小孩，因为有些小孩就真的很皮，就是你要走。没有，你从小养就会有你的那个啦。但你会怎么？没有没有，要看，就是要看小孩，就是小孩如果真的皮。就他讲不听，他很皮，你就真的要就是要，就是你不一定要把他揍到，你知道他就是倒地那种啊。你怎么对？不用连，就是你可以就是比如说像竹妈对我小时候就是很皮嘛，竹妈就会用那个报纸卷起来，然后打我屁股，很大声，会吓到小孩，可是不会痛，不会受伤。哎、哦欸，很聪明、欸，竹妈。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因为后来就是我开始愿意听竹妈的话的时候，竹妈就会是用沟通的跟我讲，你懂吗？就是要看小孩的状况去，我觉得再去决定怎么去教这个小孩。啊，我超皮的，我带同学去厕所里面，然后用卫生纸塞满那个马桶，然后让他塞住，然后那个水整个冒出来，一整排的厕所都坏掉了，然后竹妈就代替我到学校罚站。然后，我带男生同学，就是幼稚园的时候，我们那个小时候幼稚园不是都会叠椅子吗？然后不是会叠很高很高吗？然后我就怂恿那些男生说，哎，看谁可以爬上去这样。然后他们就乖乖这样爬上去。然后，我就在那边叫哇，好棒好棒好棒。然后结果后来老师发现了，就骂那些男生。结果那些男生就说是我叫他们爬的，我就说没有，我没有叫他们爬。然后结果竹猫就又代替我去被罚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那时候学校有办一个市集的时候呢，大家就是在那边说乖乖等待老师还没有说开始，然后我就想说，可是老师也没有说不可以开始啊，那我就要开始了，然后我就直接去偷吃人家的零食。哎、欸，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要用棒球棍打屁股，不是用报纸。那个下面粉丝讲的，哎、欸，你这样子很不行呢、欸，你那个马桶塞了，我真的，哎、欸，我是你同学，我会霸凌你、欸。哎、欸，没有，我小的时候幼稚园可是哦，大家都很愿意跟我玩哦，大家都觉得很刺激，而且最主要是我们之前还有就是，可是不是我，这个就真的不是我啦，就是这件事情不是我带头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大家就在玩，然后旁边就不是有蜘蛛网嘛，就是那个户外都会有蜘蛛网，然后据我所知啊，我是没有碰那个蜘蛛网，但是其他朋友有去碰那个蜘蛛网，就他们手啊。被那个蜘蛛的毒性弄到整个红掉。啊！哎、啊欸，那你也是蛮聪明的，玩归玩，你还是懂得知道说这些东西。因为我据我所知，我知道蜘蛛有毒，然后我就不敢碰，我就说，哎、欸，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怂恿那些人，但据我印象里面，我是没有怂恿的。你真的，对我没有阻止别人。我就觉得你是真的天生就是恶魔，你从小。
谁约你我恶魔啊？然后小时候真的蛮皮的啦，就是各种。欸哦、然后我觉得最经典的应该就是一个，就是我带男生跳窗户。哎，几楼？就比如说窗户跟窗户嘛，然后那种以前的那种补习班，是不是就是中间会有一个走道，然后两旁是教室的那种，你知道吗？然后不是这，比如说这间教室的那个窗户跟这间教室的窗户，我就让他们说，我就带他们，我就跳一次，就从这边跳到这边。哎，你不要这样，你手脚长，你不要叫人家像手短的跳。然后这样就算了，就是以前小的时候是住在十楼，我们家以前，然后就是我有一个青梅竹马的两个好姐妹，就是从小一起长大，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两个女生这样，然后呢，我们家就是有一个从天花板到地上的那个，没有到地板，就是离地板大概有这样子的距离的那种大面窗户，你知道吗？然后他的那个旁边就是有一个小台阶，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带着那两个女生从床户从床上，然后跳到那个玻璃的那个，然后这样嘣，你知道吗？那就是比如说就比如说这是玻璃，对，然后我这是床，我就这样咻，然后嘣，然后撞那个玻璃，然后跳在这个平台上，然后再下来，然后再咻嘣，然后再跳下来，咻嘣，然后我妈一进来，她说：“你知道这玻璃破了，你们就下去了。”的那种，对啊，哎、欸，你真的你不怕死哎、欸？从以前，我就被揍。你绝对被揍，而且你这种真的是我在家里面不敢跟你玩的那种，因为我以前是被我哥哥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玩，然后他都把我拉去一些很恐怖的地方，然后那个那种斜坡，我们山上有一个这样斜坡，他给我放在那个箱子里面，有个透明四格箱，每次我们去公园，他给我盖起，然后就给我丢下去，那么斜的幅度哎、欸，然后我直接这样咕噜，还好没有我很瘦哎、欸，不然那个打开了，我就是跌倒全部毁容了呢、欸，哎、欸，很危险呢、欸，你就是那种我哥那种，哎、欸，这种男生会那样，你怎么？你以前是男生是不是？而且最主要是我们不是青梅竹马有两个好姐妹吗？嗯。然后我跟姐姐两个人个性很像。嗯。然后妹妹呢就比较单纯一点。然后每一次啊，我们两个人就是那种可能会避重就轻的讲说哦，就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妹妹就会很老实讲，你知道吗？然后每次都是妹妹被揍最惨。哦，你这个真的，竹马很辛苦哎，我只能说竹马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带一个这样的，有啊，竹马说他教我，他觉得他教的心很累。原来叔叔以前是男生，哎，难怪他现在也是男生。他其实的，那些猪猪的个性真的就是很温柔。就是比男人还要强硬的，我不知道，我觉得金牛座是这样，因为我很多啊，有个阿姨也是金牛座，她好像蛮，就是我不是说她长得像男生，我是说她的个性啊，跟她就是做事情的方面，就比男生还强悍。金牛座，而且我也没有到很强悍，我就是皮，小时候就是皮。唉，可是你在我们当中，可爱团当中，你就是一个男生。你可以搬所有最重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做一些我觉得男人会做的事情。没有，搬最重的东西不是我，是每日。没有，是你，你的包包都很浮夸，好不好？你这个那么大，我只是背很大，我没有背很重啊。每天小小的，但是每日没有，小时候每天小小的练习，他也是就带一个小包包。你小小的练习，他那么大的包包。因为我要擦汗啊，我要喝水，我是老人啊。你就是男人会做的事情的那种。像我就是我还是那种老伯伯型的，对不 对？我是那个老公公。对。下棋泡茶喝水水。还是双子可爱，谢谢，我就是双子，谢谢。金牛也很棒啊。哎，我真的像刚。能看到两位直播是奇迹的，为什么？应该是说我以前那样被我哥玩，然后你那样玩吧。哎、欸，我们真的是
就完全不一样的人欸，我们。可是我们以前我都是那个，因为我们家以前很多小朋友，我是那个最后面的那个，最后面他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之前我们就会去按人家的门铃，然后跑掉，然后我都是最后一个。哦，可是我连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不会做，因为按电铃这件事情我很生气，因为我们家很常被按电铃，然后、欸、然后我会很生气，你就会让人家很生气，够生气。马桶哎、欸，那个很脏很臭哎，门铃那还好，就只是个点，就整个塞住啊，啊马桶坏掉，全部整间全部。时间一整条，时间都用，你到底是什么想法？你到底是什么心态？就我那时候就说，我说你们猜要放，就是你们觉得要用多少的卫生纸才会把这个马桶堵到上面？爱迪生心态很好。好，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我给过。然后爬那个高度，爬那个高度是因为我觉得说，哎，他好像可以爬得上去，哎，可是那有没有人爬得上去？这样，然后你知道，因为我知道。我跟你讲，我知道，我看上去就觉得很危险，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做。然后我永远都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男生先爬，原来阿丽按的就是祖祖他们家，阿丽按的就是祖祖的什么门铃啊，祖祖他们家门口。很生气耶，这很生气耶、欸、这个我真的很生气。我没有按，我都是在最后一个，我连碰的机会都没有，我就要跑了。我跟你讲，没有，我觉得你下就是之后啊，你就是在人家已经决定这件事情之前，你就先跑掉。没有，我就是傻傻的，就是看着他们，然后觉得哎、欸，他们跑啊，他们跑啊，他们停，然、啊、后他们停啊，我也要按，然后就来不及按，就只能跑。我是那个人家偷东西、欸、然后我跑，然后明明就不是我偷的，就这样，然后你就被抓去骂。对，我就是跑最慢，然后又被抓去骂。好好笑，甩泥宝说如果那时候有 YouTube 我应该红了。你要实验家精神。对啊，你就拍那个 YouTube 只要五分钟，猜大家猜猜需要多少卫生纸才可以把马桶塞住？然后那个影片就是一直塞卫生纸，然后搓马桶。会有人检举你，就是以前我们这种扫厕所的人，绝对检举，绝对，因为扫厕所都很辛苦。哇，我那时候真的是被骂惨，所以后来我就转学啊，就是我猪妈受不了，要让我转学，因为那间第一，我的第一间那个幼稚园呢，是一个比较活泼好动的，就是还有一个大的院子，然后我们大家就是一直跑跑跳跳，然后每一天都有运动时间，然后那时候体育的那个这一项技能就很强，然后就后来竹妈就觉得不行，竹妈就把我送到另外一间，就是比如说什么学钢琴啊，学珠心算啊，比较近一点，对对对对，他们就是走静态的一个幼稚园。啊、那我只能说，竹妈当初不该给你先进那个，因为当初进什么，现在就是什么样的心态，现在就是什么样的个性。也没有。也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欸，好像这样子也不错。然后后来我就改性子，就变得没有那么皮这样。那你怎么现在还那么好动？这可能就是，你知道吗？你的隐性个性，你现在大家对你的称号啊。您说漂亮无敌大正妹之类的吗、oh, ？OK， 也可以，也可以，可以，可以啦。怎么办，宝莉？我跟你聊天。我就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我觉得心里已经嗨了。我没办法。我不是说尽量轻声细语吗？你现在也没有不迟啊，你现在还可以啊。也没有不迟是什么意思？就是也没有。算了，当我没说话。你是脑袋已经啼笑了？我一直都昏了。我一直都是啼笑的、啊。昏昏的，我是怕你吃那个过敏药会想会昏昏的。没有，我是刚好那个来，然后加上真的假的？我今天第一天呢，我今天真的真的假的？我好觉得我自己有一点，对，做什么事都有点不太顺利。对，你懂你懂。那个来就是这样。嗯，我觉得我也快来了。你都是哎，你是月啊？对，我们都蛮接近的，我记得。嗯。而且我跟张云才好笑，上次我们也是同时间来。
这次也是同时间，而且是今天也是一样，都同一天的、啊。我们两个很好笑，真的假的？真的。哦，好想你哦！哦，我的那个东西，你知道，竹妈那时候说，哎，你下一次如果要跟阿丽见面的话，她说把要记得把她的生日礼物擦一下，不然会有灰尘。哎、我从五月底就买，从解禁的前一周买的。如果你想赶快给我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明天。哎，但是哦，我们不同天，但是我是礼拜五啊。你是礼拜四，啊，你是礼拜五，哎，还是我放公司？对，我的意思是这个。哦、oh, ，好好，那我明天带去，我明天带去。你放在那个粉丝礼物专栏里面，然后你说阿丽收这样，快点。那需要写卡片吗？嗯，不用不用，我应该一看就知道是你送的。我用餐巾纸写卡片给你。你用卫生纸。卫生纸太薄了，餐巾纸比较厚。哪里来的？家里买的。好哦。还是我想看，还是你想要你还是你想要我擤过鼻涕的？哦，不要，你恶心呢、欸。礼拜五为什么不知道能不能去？好可爱呀、哦，宝贝，小宝贝木木。他在对你歪头，他想说这是谁啊？木头，木木，木木啊，木木！你看他小被子可爱、嗯，好可爱哦，木木。他就这样而已，他马上打，好像一头猪我似的。他的尿不会，他一定是喜欢我的声音。木木，木木啊，木木，你知道我在叫你哈，木木，怎么那么可爱啊，小宝贝、啊？你知道我在叫你哈，木木，木木，你怎么啊？喜欢我的声音哈？我声音是不是很可爱？你唱歌给他听听看吧。木木，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哦，他舔你，他在舔你啊！他喜欢，他喜欢。他想说这个声音怎么有点恐怖？他的耳朵很大，就是、来听。哎、欸，你要检查他耳朵有没有虫虫哦。有，我们有带他去看，然后他之前那个，他之前有虫虫啊，现在就没有了，因为上次在宠物有点要药是狗就是难养。我要留时间给我的宝贝们。没错，赶快留。好，我等下要关掉了。嗯，拜。对，拜拜。明天要记得来看我哦。你要跟我讲你叫什么名字哦。我可能会叫男神、女神之类的那种称号。OK， 拜。烦了呢。啊、跟他聊天我也是蛮消耗的体力，我全身上下都是蛮累的，就是跟这个人聊天啊。我的平板剩下16%了。反正我也差不多要关了。哎，谁叫以斯帖啊 ？Hello， 以斯帖 ，Esther， 这是我的英文名字 ，Esther。哦，对，祖祖说他明天要穿比基尼，我傻眼，他敢穿，我投给他。他是敢穿，但是给不给过，这是一件，也是一件难题。像我呢，我是不会想去穿比基尼，但我们刚刚分享的比基尼其实都是那种。就是不是两节式的，都是那种连身的，但是是三角的，所以就连身三角的那种，嗯，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没有到那么性感，但是它就是可能会有特别多的漏洞还是什么这样子。我在直播干嘛？等一下哦。他妈洗衣服嘛，你去帮我帮他，就是按开始就好，他不会压那个开始的键。你们欢迎，刚刚看到了什么？刚刚看到了我的衣服，好累哦。女生那个来都那么嗜睡。好不想卸妆啊，等下就想直接睡觉。
就是那个来的时候会有点嗜睡。我刚刚听到什么？洗衣服？比基尼吗？比基尼就这么嗨吗？还没，我觉得要开到50分吧。嗯，也是差不多50分。哦，对，比基尼。没有啊，其实我自己本来也是没有在穿，因为我喜欢的是那种，就是紧身全上下衣都有包紧紧的那种，因为我不太喜欢，我不敢穿比基尼的人，我是不敢穿的，嗯，就比较保守型的。但是刚刚主厨传给我的那些都是还蛮 OK 的，让我觉得诶，其实有一种惊喜，只是会觉得诶，原来比基尼有这种花式的这样。人哥欢迎潜水衣那种，对，我是蛮喜欢潜水衣那种，就包紧紧的，也是一种露一露线吧，保守加衣，对，我也是哦，真的是保守哎。还用他们家在那个。哎，你干嘛？等一下，你们等我一下，看会有人在。但是连身型的反而要身材好像才撑得住。可是我就真的比较喜欢这种紧身的，因为我自己个人是紧，就是喜欢穿紧身的衣服。对，没错。Hello Ben， 欢迎。然后我自己吧。嗯。姐姐，女生的话啊，没事。我想到一个韩国养狗的影片，什么影片？什么影片？哎，等一下。好，谢谢柠檬的魔法棒。前几天去挑甜水，因为都是暗色，想要孩子那种亮色系。我笑到肺，笑到肺。我说 Andy Jr 欢迎，我传视讯给你，好，没问题，谢谢 Andy Jr 的告白气球，亲爱的，爱上你，先从主厨挑件的吉他来穿看，但也不能发你们也看不到，就是觉得那好像其实不必要那个，但我自己的心态是觉得说，好，谢谢你挑衣，自己的心态其实就是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但是就是其实本来如果说是露上面，就上面这样锁骨这边，我觉得还 OK。可是三角那种我就不太信，我自己是个人不信，所以我就喜欢穿那种小可爱小裙子。好，谢谢乔伊，我等等去看，下播去看。刚刚你自己选的不是遮最少的吗？是算遮很多，可是祖祖说那个很太性感了，我并没有这样觉得，我觉得其实还蛮正常的，是他自己觉得遮太多。Hello， 亲呼志祥，欢迎。我跟你说，我刚刚不是吃了那个嘛，打泡猪肉饭嘛，然后辣到我现在胃就是有一点。你们其实我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吃辣，你们会吃辣吗？你们会吃吗？你们会吃辣吗？辣的程度是多辣？是那种真的是辣到小辣不错，我觉得小辣是真的是还不错，就是可以。我刚刚那个有点中辣，我觉得。
韩式炸鸡有点辣。我很会吃辣，真的，陈家树，你多会吃。阿里有晒黑过吗？有啊，还是有啊，还蛮常会晒黑的。感觉不太会黑，会，我会晒黑的。野人欢迎，肚子不舒服，就是胃那里不舒服，因为吃太辣了，那个辣，辣泡面，那个很辣哎。辣泡面超辣的，韩国辣泡面，超级辣的，那个我吃过一次，我吃到哭，我只吃阿里的辣。干嘛让我们这样子告白？他在睡觉了，你看，木木姐姐，你看木木好可爱，你碰到这个他会不会醒的？白痴，这边闹他。我不姐姐嘛，也不算很会，但一般的辣我都可以。大中小哦，就问你大中小。那你好像我小我一点，你几岁呀、啊，乔伊？韩式辣就是澎湖。韩式辣都真的很辣哎、欸，每次吃韩国辣泡面都有点辣辣的，辣到就是啊，我要来念留言了，中吧，哇，那你真的很会吃辣，我自己是没办法吃中辣，我刚刚那个就觉得我已经是中辣。87年喂，哎，那你比我大，爸爸，真正韩式真的，嗯，泡菜什么的那个很辣，我刚刚吃的那个泰式也很辣。啦啦滴啦啦滴啦啦滴答，我想要和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觉得老了没有老，那我也怎么办，我也老了。哎，我要念留言对吧，来念留言，因为我现在我是不是从哪一篇没有念，因为是关播很那个，哎，我最近追增人数开始有增一点点了，就是每天增一点，每天增一点，好像快要6000了，6000的礼物我准备好了，就是直接那个什么水手服的也顺便一起，哎，不是水手服，就是那个夏日的那个，对，欠你们的那个六，就是还没，我明天就可以用了。嗯，6000就可以发啦，顺便一起发。水手服，啊，我先不多说了嘛，就夏日那个啊，因为我照片不欠，我相信你可以。好的，好，现在来念留言了。把日子过开心比什么都重要，对我来说开心很简单，能早起吃早餐就能开启美好的一天，你们呢？什么能让你们最开心呢？运动，嗯，运动有的时候也是我开心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我心情不太 OK 的时候，我都会去自己慢跑，因为我觉得现在都要走韩国风了，什么韩国风？吃东西吗？其实我每次当我心情不好，我就会去晚上的时候就会去晨跑，这样，跑完就会觉得好像什么事都被我抛到脑后了，然后在跑步的当下也会想很多事情，然后你反而会更专注看着前面你要跑的路，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里好多了啦。穿搭也是，我自己个人也是喜欢比较韩系的，但是日系是有一种可爱，我是有时候蛮喜欢也喜欢日系，韩日系都可以。买冷气欢迎，企鹅欢迎，顺欢迎，但最主要我最喜欢的风格是舒服简单，对，是我自己喜欢。顺平鞋欢迎，店长欢迎，嘎比欢迎，终于欢迎。比如说我那幕抽到的时候没有啦。小孩的笑容，小孩的笑容的确也能治愈到我。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去找家人，然后去找家人就会有很多小朋友在。那个时候就会忘掉烦恼，晚上是夜跑，真的很可以沉淀自己。秀一欢迎，终于谢谢你的魔法棒，一套就能出门的那种，对，就简单风格式。终于谢谢你的魔法，爸爸妈妈谢谢你的，看好你哟。
我心情不好的话，嗯，会怎么样呢？可以打打球出出汗，没错。哎，你这样，好，都不要扯，还是要注意安全的，乔伊。然后欢迎一凡，欢迎老婆好正，谢谢你，真的很开心，嗯，真的很开心。我那时候刚好是去看山啊什么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嗯，这个也是一个动力，有热爱的事情，嗯，没错，也是 Super Junior 哦 ，Super Junior。哦，谢谢爸爸妈妈的等玫瑰。原来他的简写是 SJ 哦，看到阿丽开心我就开心，看到你们在舞台上发光就满足了。嗯，我们成为你们的动力，你们也成为我的力量。吃到好吃的东西就开心。嗯，很多都是这样，美丽甜甜的笑容都让我开心。谢谢。只要能达到目标就开心，人生中就是要目标嘛。我热爱的是105，店长也太可爱了吧！领车欢迎，唱歌也可以抒发心情，有很多管道可以往到处的地方走，开心最重要。没错，除了出去玩，其他都没能让我开心。所以你是一个爱出去玩的人，看到喜欢的人，知道别人幸福时，听到喜欢的音乐时，拍到想拍的照片时，听到阿丽的歌声时。也都是能令我开心的哦，哇哦！看到喜欢的人，你的心里还会有另外一种反应，就蹦蹦跳这样，让你会觉得很紧张、很兴奋这样。知道别人幸福的时候，虽然有点悲伤，但是可能那个是你爱的人的话，你知道他幸福的话，你会想祝福嘛？这种是一个很好的心态，然后你也会遇到更好的人。听音乐，嗯，真的。拍到好看的照片，嗯，真的也是。谢谢你 Andy J 啊，谢谢你的分享。千热东欢迎阿丽超美，看阿丽照片就很开心，谢谢你。阿丽最在乎的每一天里，发觉小小的幸福专家，所以感觉你每天都过得很快乐。有的时候也是会有不开心的时候，所以感觉你每天都过得很快乐。更重要的是，你喜欢把这份心情传给大家。对，我喜欢把这些心情。跟我身边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分享。大一到大四有4年的时间不管都在抽烟，不过已经戒了。嗯，戒了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还有很多方式是可以去发泄的。切了都欢迎，看大家分享的都还蛮有效的，让大家都很开心的，真的很棒。我今天开心的就是发现照片里的阿丽跟后面的老兄感觉好像长得有点像，那个是一个假人。对，送上一杯拿铁咖啡，并捎来我的祝福，祝福心想事成，开心好运赖着你，谢谢你们。好，第二篇，我会对太阳说早安的哪一部？那个？太温柔，爱心，晚安，快来一起看仙女，我是仙女，仙女棒，爱心。美爆，谢谢你，真的很美呢，谢谢。最近很喜欢拍侧脸或是背面。晚安。好美，这张适合当桌布，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女人呢？所以你有去把它当桌布吗？对啊，差十就追踪就6000了。别人问我喝酒，我都说小酌就是好了，不要常喝，对身体不好。晚安，好喜欢这种感觉的阿丽，温柔系的吗？你们是最近蛮喜欢温柔的那种感觉，还是其实你们一直都喜欢温柔的？玉人欢迎，宝洁欢迎，我会跟你说早安，早上好。这个美景，这个侧脸，原来仙女就是这样。我是仙女棒，爱心，美丽这侧脸跟背影配上这场景也太好看了。对啊，那场景真的很美。这侧脸很美，谢谢。晚安，阿丽。晚安。我想跟所爱的人一起看着日出，互道早安，一起慵懒的睡个午觉，被夕阳晒，一起傍晚星星分享咖啡与饼干。也许在这里一起看101的跨年烟火也不赖。我也想你了，祝你好梦，晚安。哇，你打这段真的是会让人想象一些幸福的美好。谢谢玉安的枫叶。谢谢掌声鼓励，布丁粉吕冠花啦。原来有两个人封锁我，我只有看到5988，谁呀？不是一直都温柔吗？对啦，我一直都温柔。好，
送上一杯拿铁咖啡，并捎来我的祝福，祝福心想事成，开心好运赖着你。谢谢与你们分享的小美好，爱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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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早看到仙女心情好，谢谢你拍得很好看。嗯，我喜欢拍天空，夏日小星好可爱。嗯，但是我的另外一个战士小星不见，其实蛮难过，但是不见了。不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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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谢谢阿里的分享，你们喜欢就好。Hello 追杀队，我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喜欢你。好啊，谢谢你，谢谢阿丽分享，我也喜欢你们大家。第七张也太好看了，是我跟我的女儿哦。只要有种开心的事物就是美好，没错，一切回忆皆可贵，真的。再次小心去维护世界和平，怎么有点感伤？他不是只维护我自己吗？然后他怎么不见了？原来他去维护世界。你这样说就有点难过，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不是问我星期天的？哎，对耶，你的星期天跑去哪了？阿丽真的很能珍惜生活中的美好片段，看阿丽的天文都能产生一样的幸福感。原来我能带给你们幸福，那你们我负责。也可以去吃烧肉，笑笑，谢谢你的枫叶，哇，66个，谢谢你。有了阿丽就很美好，谢谢。晚安，晚安。从电线间细眺望到蓝天白云，都在都市长大的我，拥有的小小确幸，和阿丽好看的红蓝指甲，才会是长大后的我才懂得欣赏的大大美丽。战士小心去保护世界和平了，至少还有个夏日小心和小麦陪着阿丽与木木两个人两狗一起度过烦闷的居家生活。夕阳无限好，只有近黄昏，还是买个烤鸭回家与可爱女儿庆祝生日吧。葱花与面酱卷起来的小小世界，就是辛勤工作后的大大制服。吃饱我累了，一边想着莉莉进入梦乡，明天又是一个平凡而幸福的每一天。啊，这段文字也是能让我感受到很幸福。嗯，这种想象其实就是我生活中的平凡。你看，就是早晨看看天空，然后可能喜欢的东西就会一直在身边，而不喜欢的东西呢，它就会反而会离你远去。或许有的时候那个东西它去了，就像你说战士小心去保护世界，所以它不见了嘛，但是还有更多人陪伴我们。人都是这样离离开开去去回回的这样，然后陪女儿过个生日，然后吃一个好吃的，在一起入睡，就是平凡而幸福。谢谢你的文字，是韩欢也太失意了吧？没错，木木果然厉害，过敏体蛮重的感觉像感冒，没有，真的就是每一天喜欢你。都很累，休息一天可以。好，可以，可以。那你那一天请留给爱我，谢谢。所有幸运都是都落在你身上，愿你每天平安顺利，幸福甜蜜，幸福快乐，快乐美好，喜悦充满，天天快乐的生活哦。好，谢谢你，老婆是世界上最近的。好哦，那又是什么意思？你别以为我看不懂香港话，什么意思？给我讲。打屁股哦。去看那个小盒子。就以你哪有传给我？你没有传给我啊。就以你没有传给我啊。跑掉。拜个晚年，欢迎。一个想法的转化。在看啥这么有诗情画意，在看留言呢，粉丝大家留给我的留言。思涵欢迎生日会大家来看哦，谢谢思涵。哈利欢迎陈恩，欢迎。
好了，我要关播了啦。我觉得我的鼻音太重了，我因为我剩5%，我要赶紧的，赶紧的。第一名加速，谢谢。第二名 Andy J 啊，谢谢。第三名炫，谢谢。第四名玉安，谢谢。第五名嘎逼，谢谢嘎逼。第六名吉米周，谢谢。第七名周颖，谢谢。第八名是本丸，哎，本丸今天有进来啊，对不起，我没有注意。第九名傅伟，谢谢傅伟。第十名是 Ben， 谢谢 Ben。第十一名是笑笑，谢谢笑笑。第十二是 Couple 猫，第十三是一凡，第十四秦虎，第十五柠檬，第十六哎呦呀，第十七笑笑，十八朱里恩，第十九周一。20麦块，21品贤，22 Sally， 23 A Purple Money 灰，24剑骨，25云汉，26少爷，27第一的一听，29熊，28熊，29晴天，谢谢你们，爱你们。然后我觉得我的鼻音真的太重，以免让你们怀疑我感冒，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我呢是非常非常的健康，只是木木的毛呢就是让我过敏了，所以对不起。那我要关播咯，大家晚安，我想你们，我真的想你们，好想赶快见到你们。我每次发的文哦都是真的在想你们，所以才来见到你们，想在舞台上换我成为你们的力量的时候，哎，你们一定也很想我，跟木毛共处，就是习惯它了，习惯这个东西，自然而然抵抗力就会更强。爱你们，晚安，就像这里一样，你们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我想把它放，相信你可以跟我打个比说。晚安。你是初粉，哎，乔伊你还没传给我，好温柔，谢谢阿丽。拜拜。